成绩主要就是有绿盟的朋友在网络上我们平常沟通的 IRC 聊天室找我们，然后就他就问了其中一个伙伴，那他就说好，然后后来就是一开始本来就一个人，那其他人就是陆续看到就觉得这个就是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因为一个人搞不定，所以就有其他的比较热心的朋友就一起下来帮忙，然后最后不知不觉人就越来越多，只是意料之外。那这个组织叫做临时政府吗？对，临时政府，就007的临。那大概现在有多少的志工在里面？我们首先我们不叫志工，我们是贡献者，就是因为志工是一般在非盈利组织里面，他们就是没有不是劳工，只是没有付钱给他。那志工跟贡献者最大的差别就是，志工他是听人指挥做事，但贡献者是我们是自己决定自己要做什么，所以我们这个不叫志工，叫贡献者。然后现在平常在聊天室频道里面，通常就是会有100到300个人不等，然后但是就是来来去去的话，就是可能有像我们的协作的品牌，就的成员可能就有1000多个，所以就是因为很多人是只是来一次，或者是只参加其中某个专案的一部分，所以其实就也很难说总共有多少，因为有很多轻度的参与者这样。啊，听了你的这个，我看到今天有不少人在这边吗？今天嘛，这只是就其中一小部分，因为就刚好是对网络管理有一点兴趣的人，因为今天这一场我们是叫线路黑客松，就是专门处理这边的网络跟线路的问题，这样。所以最主要是做直播的事情。直播还有就是处理这边的有线和无线的网络，确保它可以畅通。了解了解。好，谢谢你接受我访问，我是公民记者好奇宝宝。好，好奇宝宝，你就叫好奇宝宝吗？对，我就叫好奇宝宝。对，好，是。那我平常都跟人家说，我是做义工的。那现在听你这样说，那我也是不听没有任何人，我就po我的东西，所以我也是贡献者。对，我觉得这样比较适合，因为义工或志工常会让人家其实因为现在这个词有点被滥用，其实很多企业他可能就会用义工的形式来行压榨员工之实，所以其实就是不太喜欢这个词，但二来是他原本的意义就跟贡献者不一样，因为所谓的劳工，不管你是付钱的或是没付钱的，都是听别人的指挥做事，但我们是自己决定自己要做什么。对，我就是自己决定自己要做什么。哎，好，谢谢你，我学到了，拜拜。